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陈法拉。今次呢，我在哥斯拉城金刚新帝国入面的角色是拥有很强大的超能力，同埋佢造型是很靓很特别添。如果你想知多啲，咁就记得复活节入场睇哥斯拉城金刚新帝国。From what? Something even they're afraid of.